天天娶老婆啊。一半现在也娶老婆也热闹啊。昨天也娶的是吧？前天、昨天都有。他说这个月是他们的结婚月。啊，这个月是结婚月。我说呢，我们这老高，我们这天天看着娶老婆的，昨天晚上也吹，都几点了？一点多了吧，还吹呢。都是结婚的啊。这个调你要不要看的话，就能回想到啥了？啊，发丧的似的。而且他们结婚跟发送人是一个调，这个锣鼓手都会吹一个调就行了。啊，好的，然后把门关一下。那个没有办法了，就开始。啊，可以喝你的。带来，你们不能。嗯。呵，高兴，坐的这个好。哎呀，高兴呀。米线。坐的慢慢的。米线睡了。哎。睡了一地。对。米线。睡了。睡得睡呗。哎呀，我到肚子里也睡。主人，你先我把它调到最小的火，上去搞那个电脑，搞下来的软。软了没事，我就尽力的来。五点睡。适合我，我的牙口不好。好。电脑给他搞好了吗？装好了。啊，或把我的 ID 退了，换了他的 ID 是吧？他的 ID 那个已经停用了，他的 ID。啊。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嗯。我把我的苹果本给我们的业务了，业务用，省得再花钱买了。你们在这儿吃？冷吗？冷。哦吼，热死闷。哦呀，这个？啊。这个？啊啊。还这个？金的。哇哦，漂亮。这个？嗯，金的，一样，same same。啊，羡慕羡慕的。嗯。啊，回来了。对。他的意思是把这个本儿调试好了。嗯。OK 了。这看电视。哎，等等，等等。小脾气。吃饭，酸汤米线是吧？啊，这个好吃。我是骑着啤酒啊，你啤酒，骑着啤酒啊，对你这很中国，煮花生，啤酒，就喝酒啊，不休息就工作，对，是的，去了。很中国，你这套搭配。Yes，Cheers。然后中国的烟，尼泊尔的啤酒，尼泊尔的啤酒，啊，尼泊尔的花生，中国做法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八度的啤酒，就是那个中国烟的三度两二点五度。这家伙，这里有花生。嗯。这个炸的，这个还是煮的。煮的，嗯。碎。中厨做的。凯瑞在我们秦皇岛也待了多少年？秦皇岛我一共待了10年。十年，也在。是八年多，然后那个在那是吹了那个两年，然后鞍山那个辽宁鞍山待了一年多。啊。西双版纳待了一年多，然后那个最近待了那个贵州的最近是那个这个五个月，疫情开始了回来尼泊尔。中国让你走了个遍。我吃了，饿了。老高还没有去家都，正好送马哥回国办点事儿，进货。拜拜。你也跟着走啊，高兴。拜拜。真的高富真的那天我先说高兴那个超市是加州的澳洲，这个超市在加州的澳洲，澳几个？连锁的。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各个超市都有。连锁的。所以呢，接着有了。我来。嗯。
没事没事，我拎着我拎着。我带过去走。今天有没有东西？我可以带的。等一下，哭。跟你妈妈再见。再不来了，走了。来。这个要裹一下，不愿意下来，哎呀哎呀，不愿意下来，哎，你说你抱他下来干啥？你招他哭？是啊，送回去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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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克，嗯，拜拜，再见。我跟他说，骗孩子。还招呗，还招孩子，一会儿又哭啊！嗯嘛，嗯嘛，再见。嗯。你个骚干嘛？再见。哎呀，你没看这个？一路顺风啊！你没看这个？这个我要就是不等会儿我到那个，我你试试，昨天就压，钉子，压钉吧。这你要试验失败了，呲一下。不是呲一下，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摆正。过来，先给他把它摆正。压前面的，压前面的。说能做的，往前走。OK， 好，前往前走。你这属于胸口碎大锤啊，碎钉板啊。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可以了。Okay. 你说咱半路跑的没有气了怎么办呢？啊？看过，你说跑跑一会儿没有气了怎么办？不会，昨天就压过了。啊，没事。昨天就压过了。嗯，昨天不止压过一遍，压咕噜咕咕噜咕噜咕，压了好几遍，就在那个咱们的公司下面。嗯，走了，回去了。啊，今天都没事儿，那个气一直都保的。嗯，他们都走了，我收拾收拾，赶紧赶紧，打扫一下。胆子大了，这是。给一点葱，嗯，洋葱，那个是洋葱的苗。还有这么多这个呢。米线。晚上吃米线。这个怎么弄吗？就放碗里啊。放到碗里面。来，我